工程建设现场，揭秘中国制造巅峰之作，致敬实干兴邦的中国建设者。哎，看看发生什么事情了。好，我看500先锋已失去，反应堆已停堆，所有控制棒已落下。一二合作立即执行到此程序。我们现在一号机已经失去所有场外电源，并且一路柴油机已经不可用，超过了15分钟。现在申请进入厂房应急。这里是核电站主控室，工作人员正在进行一场核安全演练。核安全事件分为0到7级，最高为7级。现在监控显示正在运行的核反应堆发生异常，这是2级核安全事件。工作人员必须马上处理。压力好。二号楼操作员，请那个控制好蒸发器水位。在核电站，每年像这样的安全演练要进行上百次。好的，同意进入 ECP 一事故柜舱，保证他们的维持他们的这个操作技能，同时呢，能够熟练运用我们的事故处理程序，对各种事故都能够有正确的理解。即使出现了1/10000的概率，他们也能够正确的干预，把事故控制在一个安全的状态。安全是建设核电站的最高要求，如何保障安全，工程师们要面临重重挑战。首先你现在关键是你去哪儿，从第三个区域把这个洞叫出来，我们看一下。紧急的，然后我觉得再发一层，发一层不用。不填完了以后，这个平板有什么用？在这个集中开发中心里，100多名核电站设计师正在进行一个核电站的开发设计。5年之后，他们设计的核电站将在广西防城港投入运营。王鑫是这个核电站的总设计师。设计的这个初步设计到一定阶段以后啊，我们的实体必须要对接，然后我们的系统实现要通过实体的来实现。那么各个专业需要在这里头，在我们全3维的空间里头去展示、去对接，那么就有很多问题需要在这儿去共同去解决。核电是一种极为高效的能源，它的发电原理是利用一个中子撞击核子发生链式裂变反应，释放巨大能量，这个能量转化成热能，再用水作为冷却剂产生蒸汽，带动汽轮机发电。一个10000千瓦级核电站所发的电量能够满足一个100万人口城市的用电，而对大气的污染只相当于同级别用煤炭发电的千分之一。比如说我们一个10000千瓦级的核电厂，那么一年可能只消耗的燃料的重量大概就30来吨，但是如果说是我们要烧煤的话，那就得300多万吨，350万吨左右，它可能一年产生的这个温室气体得达到600万吨。利用核能发电，在产生巨大能量的同时，如何防止核灾难的发生，是核电站设计者必须考虑的问题。就是他要交一个方案出去。2011年，日本发生9级大地震，地震引发的巨大海啸淹没了福岛核电站的反应堆厂房，造成严重的7级核事故。地震是福岛核事故的导火索，因此核电站的选址尤为慎重。它必须远离地震带，并需要建在一块坚硬完整的岩石之上。
这个它是这个过程把干净它给清理干净之后，这个质量问题嘛，还要打那个混凝土。通过地质勘探，选落在这个稳定的基岩上面，避免下面有溶洞、有软弱层，来保证它的这个沉降和稳定。地质条件呢，就是指的它的基岩，也或者是下面的基础是什么样的东西。如果基础比较稳定，那么我们做上面呢，它承载力比较好，那这是一个比较考虑的一个因素。核能发电需要水的辅助来完成，核电站的选址还要靠近水源。沿海呢，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冷却条件，因为大家知道那个反应堆是需要冷却的，那么大海是最好的能源，那么我们利用大海的这个冷却条件，能够很好的就是把这个反应堆冷却下来。首先，中国的滨海长治它都不可能有海啸发生，这个是经过了应该说上千年的历史记载，那个这个是有记录可靠的。未来核电站将稳稳地矗立在这一整块岩石之上，但这还只是保证核电站安全的最基础要求。在核电站中，这个标志性的圆柱体建筑叫做安全鞘，它是核反应堆与外界隔离的极为重要的安全屏障。当出现这个比较严重的事故的时候哈，假如出现堆芯里头有些破损的时候，那么大量的放射性物质会出来，这时候呢也靠安全鞘能把它兜得住。但我们安全鞘还有降温降压带热的一些措施，能够把它这个放射性物质呢能够压制或包容在里头。安全鞘的内部是核反应堆，如果把核反应堆比作一条威力巨大的苍龙，那么安全鞘就相当于关住苍龙的笼子，它必须坚不可摧。华龙一号是我国根据30多年的核电站设计、建设、运营及研发所积累的经验技术，完全自主研发的3代百万千瓦级核电技术。它包括核电站的设计、建设、运营管理和培训的一整套体系。华龙一号3代核电技术设计要求安全鞘能经受住波音747大飞机撞击。我们考虑的一个恐怖袭击是一个大飞机撞击事件，比如说华龙一号考虑波音747这样的飞机撞击产生的一些影响。那么像这样的外部灾害情况下，人为包括外部人这个人为灾害情况下，能够保证反应堆堆芯的安全，能够保证不会发生重大的核事故，不会对环境造成危害，不会对人类造成危害。这个消防事故的时候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，工程师们设计了双层安全鞘，内鞘，和外鞘。内鞘的话是1.2米的那个厚度，外鞘是1.5米厚度。从那个核工业安全上来讲呢，就是说现在整个，3代核电的一个发展呢，它对于抗击，那个外部灾害，特别是比如说商用飞机啊，或者是军用飞机这块的那个能力是有所提高的。钢筋混凝土建成的安全鞘，要能经受住波音747大飞机撞击，这个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需要核电站土建工程师们来解决。偏差了10公分，10个是偏差10公分的。再一个绑扎像这些绑扎的话，你现在这人立起来了，现在人是固定吧，现在你这跳了就要。
超大工程建设现场，揭秘中国制造巅峰之作，致敬实干兴邦的中国建设者。